近日，一条谁最能打的微博引发泰森与甄子丹的互动。拳王泰森在微博中表示听说过甄子丹，称很想有一天能和他来一个面对面的对决。没过多久，甄子丹也看到了这条微博，并回应说，很希望你能来演我的特殊身份续集，我看过你的所有比赛，很精彩。记者随后也联系到甄子丹公司的宣传人员，对方表示甄子丹看到拳王的约战后十分兴奋，他本身对泰森就很欣赏，听闻他有意来中国演电影，甄子丹表示非常希望他能演自己的电影。据了解，开通微博只是拳王泰森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，他确实很希望接拍中国电影，与中国功夫巨星合作，上演拳击与武术之间的正面对决。酷六娱乐余文祖地等你报道。